要站队的话没法站啊，这个本身因为喜欢篮球，这个不分哪儿是啊，是美国的还是中国，这也是不影响的。但是因为看 NBA 看了很多年啊，十多年的话突然之间不看了，这肯定是会有影响，因为喜欢的是高水平的比赛， CBA 毕竟没有那么高，你如果没有了的话，但是这个不是普通人能左右的了。中国真正球迷可能还是会想看，因为可能不牵扯政治，因为体育虽然说在一些情况下它也逃不开政治的控制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个远离政治吧，体育就单纯说体育。它毕竟涉及到政治这一方面了，咱中国做的也不是很过，也是相对于他们做的那相对的对应措施，是不是？毕竟我们在坚持统一和平，统一那个国家统一，你们出来这么一句，这不是反对我们统一吗？是不是反对和平？应该我感觉中国做得很好，支持中国。